红顶顶，雄心里应该明明怒气了。我不想以砍头掩面自尽，哥。你今日心灵马背小小，小小武功的德行，基本上以我相当。但是心胸却有不懂气质，今日你就打败我来证明你的实力吧。木桥红顶接受你的挑战，得罪你好。机关偏僻，金蛇狼鸟，战力不出数十个机关。即用魔桥红顶，魔桥红顶挥动红顶掌，用空之威，下出数多剑气。龙鼎既有发动气球，此我不要能够替我弟兄一击截断。吴刚虎，再来，好。金蛇狼鸟再度出招，发出数发电闪电，魔桥红顶剑中端剑为盾，一纵横，把秘密不出的闪电，终要穿过剑盾，终究魔桥红顶。哦，魔桥红顶，你想杀小小，也受困难。雄失败，我乔红顶一心的提名，一心的送气。你从前守在休息林，只为一点义气，一个约定，这是正义，也是过激呢。我乔红顶也无心去明白了。我乔红顶，你的真情不让感动，但你的行为却令人觉得不满。来调轰一名失败者，你的目的既达成，可以离开了。我不多野心，希望救一个没有可救的失败者，但我有充足的心力去救一名只是困扰不已的失败者。试问你的心是真假还是虚假？失败便是失败，有何差别？休假可以，我不明白你为何对我如此多费心力。你觉得我是你的敌人，心胸轻毒难分辨，那你就应该去找崔氏自己英雄一战老的贡献。人无师兄的恨，可以化险为夷。尤其是像你这般高手，我这般高手，由你的口中说出，特别使人难堪。那就得化作我来打败我，打败小小。阮小小记得在湘西林一战，无名小兵不破。我相信天魔不希望你归顺。魔桥红顶，
行凶。